豪门兄妹，狼心狗肺，用来形容我和我哥简直完美。我们一直合作愉快，直到那天我在心上人面前装乖，被我哥咬牙切齿地打断，拧不开瓶盖，你七岁那年就能轻松把我奥特曼的脑袋拧下来。我叫南佳音，我哥叫南佳星，重组家庭，单纯因为我和他臭味相投，沆瀣一气，所以总能玩到一起。向来是我打人，他把门，偶尔有打不过的，就会变成我拉人家胳膊，他拽腿，凭着干坏事的默契，我俩小学阶段在这片街区所向披靡，无人能敌。周围的邻居听到我俩的名字，都会单手托腮，目露忧愁，齐刷刷叹气，像是集体在为提升二氧化碳的浓度努力。也难怪，毕竟邻居家的小孩多多少少遭过我们两个魔头的蹂躏啊，倒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和谐的关系。初次见面，他拧掉了我芭比娃娃的腿，礼尚往来，我分尸了他的奥特曼。他发现的时候，我正坐在卧室徒手救迪迦的脑袋，想让他分头行动。南佳星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喊，然后直挺挺向后昏厥，倒在地上的响动让我有些担心他的后脑勺会像西瓜一样裂开。巨难复言能把南佳星气晕，迄今为止仅我一人。我听完不好意思的红了脸，嗨，这才哪到哪。三，南佳星醒了，我趴在他床边，他气若游丝，瞥见桌子上四分五裂的奥特曼尸体，痛苦的闭了闭眼，别以为一直等我醒就会得到我的原谅，谁等他了？我刚进来，但还是点点头。那这碗银耳莲子汤你还喝不？张姨刚熬的。他倔强地翻过身去，我不，蜷在被子里的身影像毛毛虫，却透露出不吃嗟来之食的鹦鹉。我一乐，端过那碗汤一饮而尽。南佳星转过头，小脸上写满不可置信。你怎么不再哄哄我？真好喝。我朝他扬扬空碗，笑嘻嘻，谢谢哥哥。我会告诉张姨你喝了，不然他辛辛苦苦熬的汤被你拒绝，是会伤心的。四，南佳星气得要命，但又不能奈我何，毕竟用他的话说，我小小年纪就坏得不顾别人的死活，陪我玩吗哥？看出他的恐惧，我反而缠得更紧，在他耳边笑得像个小恶魔，不然我跟爸说你冷暴力。南佳星瞪大眼睛，南佳音你要不要脸？然后头上就吃了南父的一记力爆，对你妹妹好点。南父是纯种恋爱脑，希望哄我妈开心便对我好得不得了，导致有段时间南佳星反而家庭地位最低，整天唉声叹气，念叨着男爹宠女面云云。后来我用零花钱给他买了套新的奥特曼，我俩之间的恩怨就彻底翻篇。哦，钱是那个越南父从南佳星的份额里扣出来给我的，因为我告黑状说他不和我玩。七岁的我看着他捧着崭新的奥特曼傻乐，乐完又一脸傲娇地说原谅你了，迅速得出结论，我哥是傻白甜，以后指定被人骗心又骗钱。五，在南父的耳濡目染下，南佳星惯我惯得不像话，我为非作歹能被他说成惩恶扬善，我抢他东西他看向我的表情反而满脸慈爱，那副表情搞得他不像我哥倒像我爷爷。说实话，他毫无原则的迁就让我有点没成就感。六，南佳星充当帮凶的角色比较多，但有一次他是先出手的那个。那天我上美术课，后桌的男生突然用小刀割断了一截我的头发，说喜欢我，想留下来做纪念。我愣在那儿，盯着妈妈早上精心绑好的辫子像塑料做的毽子一样炸开，显得我如同痴呆。南佳星疯了一样窜上去就打，还又啃又咬，毫无章法。那个男生哭了，估计不是疼的，是吓的。南佳星小小的身体，大大的能量，美术老师居然拉不住，最后是我冲上去抱住他，哥哥回家吧。我整个人挂在他身上，感受到少年因为气氛而接连起伏的胸腔，窄窄的胸腔。南佳星牵着我在车上哭嚎了一路，好像被割断头发的是他。到家后他攥着我的头发到书房门口跪下，说因为没保护好我，要等爸回来跟他领罚。别哭了哥，哭得太难看了。我蹲下来给他擦眼泪，却根本擦不净，只能在他脸上抹匀。我边抹边在心里感慨这个人的眼泪怎么这样多。后来南佳星估计是哭累了，握着我的手躺在书房门口睡着，嘴里还念叨，小兔崽子敢欺负我妹，半夜别睡太死，我要把你剃成秃瓢。我笑出了声，平躺下来注视着他哭红的眼尾，因为安心也迷迷糊糊的入睡，就是苦了张姨。路过书房结果发现我俩大白天躺在地上，被吓得魄散魂飞。气，南佳星早早的成了二十四孝好哥哥，但他自己从来没这么觉得。念初中时某天下午，我吃着他新买的冰淇淋，看着他一笔一画写我的暑假作业，突然良心发现，哥以后你要是没人要我坐在他床上小腿乱晃就跟我过吧。南佳星脸上依次出现震惊、怀疑、羞赧的表情，仿佛在放幻灯片，不过是倍速版。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他跪坐下来捉住我脚踝，让我踩着他膝盖，女孩子不要光着脚乱跑。他叹着气把毛线袜子给我套上，哥你脸红什么？我只觉得莫名其妙，伸脚不轻不重地蹬了他一下，快说啊，你觉得和爸妈做邻居这个主意怎么样？什么？他动作一顿，以后把隔壁的房子买下来，咱们俩一人一半，互不干扰，是不是听着挺好？南佳音他咬牙切齿，像是要嚼碎我的名字。你指的一起生活就是我给你当保姆？哎呀，被他看穿了，下划线地下划线。爸哥别生气了，南佳星的脑袋好像变成了茶壶，怒气还在沸腾，但他依然给我穿好袜子才离去，所以不影响我现在死皮赖脸的挽上他的手臂。哥吃薯片，打开包装袋才递过去，我真贴心。南佳星早就学会了和我怄气的过程中不要跟吃的过不去，只见他塞了把薯片到嘴里，下一秒眼泪落地，倒也不用感动成这样，他勉强咽下去，在说话的时候嗓子哑了。
可嗨嗨，男嘉宾，可你是在要我的命？糟了，我看向包装袋，薯片是芥末味的。我朝他讨好的笑，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不信？就，显然他不信。这下轮到我唉声叹气，毕竟我哄人的经验实在贫瘠。想起自己画画还行，就点灯耗油了半宿，给他磨出来一张大头。可能是因为困，画到头发的时候线条歪歪扭扭，显得男嘉宾像被一桶泡面爆了头，导致我早晨捏着画，揉着眼睛，站在他门口时又后悔了。这么丑，完全没展现我精湛的画工。扭头准备走，门却在我身后开了。男嘉宾睡眼惺忪，看到我手里的画，却瞬间清醒。这是我，我刚点头，没发挥好。再给你画一幅这样的画，还没说出口，他就把画在面前小心翼翼地展开，还不赖。说噔噔噔冲下楼，像条疯狗。没过五分钟，他又杀回来，扛着画框，出奇的大，上面还镶钻，像是突然想起来还在和我赌气。他绷起脸，高贵冷艳。不要误会，只是我屋里刚好缺装饰品，我还什么都没问呢，哥。十。后来有段时间，男嘉宾死活不让我进他房间，可是爸妈、保姆阿姨和管家都照进不误，反而比平时更频繁，像在参加什么展览。张姨给我打小报告，我才知道男嘉宾把一面墙都清了出来，专门挂我那张画。为了腾地方，他把平时心爱的手办和乐高之类的都堆到房间另一边。他每个来家里玩的朋友也都被领过去看。据他们说，男嘉宾单手撑墙，鼻孔朝天，脸上得意难掩，逢人就念我妹是天才。十一，我哥是笨蛋，但他这么高兴也有原因。长这么大，我除了他还没画过别的活人。十二，上高中后，男嘉宾一如既往的受欢迎，他人缘本来就好，可能这是冤大头的共性。最近有个男生和他走得很近，我的视线不可避免地落在那人身上。他叫蓝音，和男嘉宾完全不同的类型，脸仿佛是用凛冬时节凝成的雾凇堆砌，整个人苍白纤细。曾远远地对视过，他的眼里充斥着带有破碎感的疏离，像游离在人群外的雪精灵。等回过神的时候，我的速写本上已经满是他的身影。接下来的数学课完全听不下去，心里全是那双眼睛。我兴奋的牙齿打颤，必须要咬紧牙关，才不至于让别人看出来。小时候的风劲又回来了，脑海里叫嚣着一个声音：画蓝音，画他的身体。十三，入夜，我从浴室出来，头发还滴着水，被不知何时出现在我房间的男嘉宾吓了一跳。他对着我发出一声冷笑：发什么神经？我嘟囔着，赤着脚向书桌走去，然后瞳孔冷缩，因为我的速写本随意地摊在那里。男嘉宾，你翻我东西？我就是进来送牛奶给你。他闻言，笑意更冷更深，你的本子本来就是打开的，牛奶我一会儿喝，你出去吧。我想都没想就把速写本合上，后知后觉，此举实在是欲盖弥彰。男嘉宾却没走，他伸手把我禁锢在他的臂弯和书桌之间。不解释一下他是谁吗？妹妹。他眼里升腾起的是危险的风气，我能闻到他身上沐浴露的香味，和我一样的香味，这可不算是安全距离。无路可退，我气急败坏的伸手去推，离我远点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我爱画谁画谁，不用你管。他到底什么时候练的肌肉，根本推不动。看着我，男嘉宾，只是男嘉宾的脸，我像突然被人按了静音键。他咬着牙，微微鼓起的咬肌让面部线条绷得更紧，原本就突出的眉骨更清晰，整个人冷厉不已。我熟悉这个微表情，上次让他这么生气的人，挨了一拳就彻底消停。但那次是事出有因，初中时我的同班同学向我告白遭拒，放学之后又想尾随我回家，刚出校门不远就被男嘉宾发现，他抢过那个人用来偷拍我的相机，抽走内存卡，再把相机扔回去，抱着胳膊斜眼看那个人慌乱去接，表情不屑，以为自己是比巴卜啊，那么会膨胀。我妹你也敢觊觎？我哥有时候张狂又嘴欠，可那一刻我觉得他嘚瑟的样子好帅。那人接到相机后长舒一口气，接着破口大骂，无非是造谣，我吊着他又跟别人牵扯不清，云云都是些陈词滥调，我听得想打哈欠，莫名其妙有些冷。我搓着手臂张望，男嘉宾被寒气围绕，整个人像插在地面上一把冰刀，下一秒冰刀迈开腿变成折叠刀，并赠送给那个还在狗叫的男生鼻青脸肿大礼包。十四，从回忆中抽身，我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男嘉宾现在像个暴躁的炮仗，和那时一样，硬碰硬只会把我们两个都炸伤。于是我收起浑身的刺，哥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你之前可从来没反对过我画画，不仅如此，我的画具基本都是他出资，我顺口一提哪个品牌的马克笔好用，他一买就买整套，平时也会献宝似的送我昂贵的颜料，但不直接送，而是放在家里某个显眼的地方，等我发现再装作路过，演技浮夸的凑上前。这是什么好东西，幼稚的要命。十五，和画画没关系，男嘉宾义正辞严，你不能早恋。我一噎，还没到点你怎么就发癫？他被骂了反而兴奋起来，这么说你不喜欢他？废话，难道我画谁就喜欢谁吗？我白眼翻到天灵盖，之前还画过你呢，那你怎么不说我？察觉到男嘉宾脸上可疑的红晕，我难受的打了个寒噤，哪怕只是开玩笑，这事儿也说不得。于是我语气一转，我对模特都没想法，他们在我眼里就是会走的骨头架子，也不会早恋，放心吧哥。十六，男嘉宾非常憋屈，脸黑的像把东北冻梨打碎，做成了涂抹面膜。第二天吃早餐时安静如鸡，爸妈还以为他被夺舍，他借口锻炼身体说要走路去上学，分明是不想和我一起坐车。吃完饭后他大步流星的往外走，我小跑着追出来，哥颜料用完了。我不该像小时候那样直接挽他手臂，就矜持的拉他袖口，放学之后陪我一起去买吧。注意到他的脸色，
又把声音放软，好不好？他垂眸，向来英气逼人的一张脸，因为多次欲言又止，显得怪异又别扭，最后瓮声瓮气地留下一句：还是买之前那几样吗？你放学直接回家，骨头架子会去帮你采购。说罢傲娇的扭头就走。青春期少年好难懂，我说的是骨骼结构，又没说你是细狗，怎么连这也记仇？十七，我在车上闭目养神，但昔日李南嘉欣的叽叽喳喳全都争先恐后地涌进脑海。南嘉欣，你看那里的金毛在荡秋千。南嘉欣，你听这里的鸟是不是在说方言？南嘉欣想吃什么味的冰淇淋？课间哥给你买。这大概就是音容宛在。我倚着车窗悠悠感慨，南嘉欣，你给我还活得好好的。咬牙切齿从窗外传来。我和在同一个路口等红绿灯的南嘉欣对上视线，冲他做了个鬼脸，然后摇上车窗让张叔快点开，一个人坐车上学罢了，后座的空间还更大了呢，我才不寂寞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到校门口后也吩咐了张叔放学不用来接。没什么，就是偶尔想走走，却被张叔了然的笑容惹得有些心烦。看什么看，我才不是为了等南嘉欣那个傲娇男。十八，放学时暴雨突至，计划被打乱，我跑向公交站，从来没有带伞的习惯，因为南嘉欣会提前准备好一切。正懊恼地拧着淋湿的发尾，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给我递来纸巾。站在面前的少年薄唇微抿，薄雾般安然悄然，是蓝音，他也在这里躲雨。我轻轻道谢后接过来，却不知道该擦哪里，浑身湿透，狼狈至极。蓝音歪头，神态如同打量陌生世界的懵懂幼童。你是音音？我呼吸一滞，你认识我？除了有时存心想恶心我的南嘉欣，还没人叫过我这个小名。雨水顺着蓝音的动作从他鬓角滴落，划过脆弱的颈，又向锁骨蜿蜒，锁骨下方的胎记像被淋湿的蝴蝶。他的皮肤很薄，应该容易留下印记，如果咬下去。我收回视线，南嘉欣把你的照片贴在了他学生卡的背面，旁边只写了音音。蓝音垂下长睫，有人趁他打篮球的时候偷你照片，你该看看当时南嘉欣的反应。我不可置信的抬眼，却看到他身后南嘉欣正大步迈来。蓝音，离他远点。南嘉欣单手环住我的肩向后拽，他身体的热度像疾病把我传染，手臂箍住我的力度竟是要把猎物拖进领地一般。无声的警告，沉默的誓言，雨水落地敲击我的神经，侧目瞥见少年在急促呼吸下起伏的喉结，他浑身上下只有怀里用校服外套包紧拼命护着的那堆颜料没有湿。南嘉欣，你还有什么不明白？我问自己，你还有什么不明白？十九，我一路沉默跟着南嘉欣进了他的卧室，他自然而然的就要把衣服向下拽，但看到我还在，惊得头发都立起来。姑奶奶，这是我房间。哥，颜料还在你那。我向他伸出手，抓住我，抓住我，来自妹妹的蛊惑。我不知为何期待满怀，很久之后才意识到，当我面临一段关系的毁灭，总会有这种期待的感觉。南嘉欣顺从地把颜料递过来，但被我擒住手腕往门上按，玻璃罐子乒乒乓乓摔出一地脆响，这一刻好像有别的东西也碎了，我暂时说不上来。雨仍在下，淅淅沥沥，空气中的潮湿接近于某种暴力，它的存在萦绕着我，像缚于颈上的绳索。我呼吸着南嘉欣身上因为雨更显至重的香气，和我同样的香气。你先别动，小心炸到脚。我把碎玻璃扫走，南嘉欣买的颜料被打碎了，却眉头都不皱一下，先关心我有没有受伤。真是我的二十四孝好哥哥。他没有继续往下说，因为我的手在他身上乱摸，他肌肉紧绷，浑身发烫，瞬间就哑了嗓子。南嘉欣，别碰我。本来没打算做这么过火，但他的反应太有趣了。我用指尖瞄着他的人鱼线，若即若离，唇贴近他耳朵，轻轻呵气，把掌心贴在他的腰上时，南嘉欣的目光已经有些涣散，身体的热度在攀升。哈呀，闹够了没？他偏过头，蹙着眉闭上眼睛。我没忍住，恶劣的笑出声。哥哥，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有多甜腻？是不想看我，还是不敢看我？他的拳几次握紧又松开，从要推开我肩膀的防御姿态，变成彻底放弃，垂在门边，已然骨节泛白。平日里像个大大咧咧的土匪，现在是丢盔弃甲的贼，被我狼狈不堪的抵在门边，最后的反抗也放弃。可是怎么办？他越纵容我随心所欲，我越想看他意乱情迷。哥，我的声音由于亢奋有些失真，听起来简直像另一个人。我们的卧室只有一墙之隔，晚上你会失眠吗？失眠的话你会想什么？我们的沐浴露你一直买一样的吧？洗澡的时候你会想什么？在张叔的车上我闭目养神时你会看我吗？你都会看哪？南嘉欣，别说了。他终于忍不住对我横眉立目，眼角红红的，好像被欺负过，只是故作生气的表情没什么威慑力呢。你不反驳，刚才也不推开我。我依然笑盈盈的。哥，在期待什么？门外皮鞋落在地板上的声音踩碎他最后的防线。那是爸爸进书房了，很快就会叫我们去吃饭，先去洗澡，不然你会感冒的。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。南嘉欣几乎是在祈求，可我是恶人，向来只顾自己开心，看着我长大的你不是应该最清楚吗？好啊，我颔首，缓缓亮出最后一张底牌，刚从他口袋里摸出来的，于是成功把南嘉欣瞳孔缩紧的反应收入眼底。只要哥哥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这种，我凑近他低语欲念的。我展示的是他贴着我照片的学生卡，照片明显是偷拍，画面里我睡得不太安稳，似乎是有些不满的皱着鼻尖，估计是上学的路上在补觉，靠着的肩膀是他的。如果说镜头能把感情诉诸语言，那他的心思也太直白了点。说呀，不说我不放你走。
我哥哥笑着重新搂上他的脖梗，我哼着歌下楼，南嘉欣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。爸妈很诧异，儿啊，脖子怎么整的？他屈辱地红了耳朵，是我不小心把颜料打碎了，哥哥才会被染到。我满脸歉意地眨着眼睛，南嘉欣，你不知道把颜料先摆好吗？怎么照顾妹妹的？南府声色俱厉，丝毫不觉得自己的指责很无理。有没有伤到手啊？妈妈也关心地问我。没有，我们吃饭吧。我把左手背到身后，乖巧地应。指尖上的红色颜料还没完全清洗干净，和南嘉欣喉结处染上的是同一种红，毕竟那是我涂上去的，意义为了掩盖牙印。张姨正把一道道菜端上来，处于爸妈视觉死角的瞬间，我伸出左手的小拇指在南嘉欣大腿上轻敲，等她一脸羞愤的转头。我弯起眼睛做着口型，弄疼你，对不起啦哥哥。二十，我们这届刚好赶上80年校庆，同学们都在翘首以盼一场从早到晚的狂欢。扮成吸血鬼的南嘉欣等候在覆盖着红色幕布的班级门口，他们班主题是鬼屋，早上走得匆匆忙忙，原来是为了来学校换衣服。显而易见，南嘉欣因为被迫营业浑身不自在，望见我之后又压低帽檐，别扭地扯着领结，试图降低存在感。我刚想开口调戏一番，他的死党们就冲上前来，热情地招呼着，妹妹来啦，妹妹越来越漂亮了，进来逛逛呗，让你哥陪你去。南嘉欣还干杵着干嘛呢？他们喊我妹妹的次数比南嘉欣还多，和周围的一圈人都打过招呼。我与南嘉欣擦肩而过，牵住他身后蓝鹰的衣角，巧笑嫣然，你愿意陪我逛吗？蓝鹰微怔，随即颔首示意我挽上他的手臂，荣幸至极。他的装扮是吸血鬼猎人，还真是应景。踏进阴气森森的鬼屋前，我回眸瞥了南嘉欣一眼，他的喉结处交叉贴着创可贴，估计是因为痕迹还在，盯着蓝鹰背影的眼睛泛冷目光，透出某种欲望，那是破坏的欲望。所以为什么要惹我生气呢？哥哥，昨晚锁卧室的门干什么？我对他挑衅的扬扬下巴，又把蓝鹰的胳膊搂紧了点。二十一，走在我们前面的是对小情侣，尖叫不停，拥抱不止，扮鬼的同学也算是尽职尽责，可我感觉很无趣。后来或许是因为我的表情比鬼还恐怖，我和蓝鹰在鬼屋里畅通无阻。南嘉欣怎么还没追过来？真烦。其实我的睡前读物是伊藤润二短篇集，还独自看过温子仁的全部作品，不太容易被吓到。你不用陪我了，我酝酿好真诚的表情抬脸，对上蓝鹰洞悉一切的眼，你可以多利用我一点。他神色淡淡，如果说南嘉欣像一捧野火，蓝鹰就是一块剔透的冰，冰是没有情绪的。我失去了演戏的兴趣，撕下纯良的面具，踢倒脚边的道具棺材，坐在边沿。为什么帮我？我是蓝旭的哥哥。他没对我任性的举动表现出丝毫诧异，只顾没头没脑地说，你果然不记得，他是小时候拿刀割你头发那个，我当时也和你在一个班，但你除了南嘉欣谁也看不见。哇，我嬉皮笑脸，是替你弟赎罪来的喽。我可是睚眦必报的很，本想逗他两句就翻篇，但熟悉的脚步声传来，不用抬眼我都知道那是谁的。于是我的声音几乎是在撒娇了，想道歉，把你自己赔给我吧，蓝鹰。好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的回答毫不犹豫，这么干脆。我挑挑眉，指尖漫不经心地向他勾，像在逗弄一条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。但蓝鹰顺从的俯耳上前，仅仅为了聆听我伪装出来的软语温言，太乖了点。而且蓝鹰俯身的角度刚好能让我看到他的锁骨，少年身上溢出的檀香将我裹挟。我又恍恍惚惚想起不久前雨水在他苍白脆弱的颈上滑落纠缠，于是笑眯眯地凑近他，再低点，等到呼吸都交缠，我却只是偏过头，把他的衣领拉高了些。旁人看来大概像极了我把手撑在他胸前，在他脸颊上留下蜻蜓点水的一吻，我清楚这一点。现在出去别回头哦。我用手指抵住他的肩膀，坐在棺材上晃着小腿乐不可支。我喜欢听话的玩具。蓝鹰长睫无措的颤，呼吸有些许凌乱，可离开的脚步声仍是轻轻的，仿佛他是天使，担心自己走动会惊扰到浮云下的飞鸟。我在心里倒数三二，还没数完就被粗暴的拎着胳膊按到角落里。我是不是太惯着你了，南嘉欣？暴怒的南嘉欣是来势汹汹的飓风，只不过这次站在风眼的人是我。就算他控制了力度也掐得我有些痛，但我没表现出来，而是轻点脚尖凑到他耳边，语调漫不经心的继续煽动，别这么生气，如果哥哥温柔点我也会考虑给你一个吻的。南嘉欣怒极反笑，露出的道具尖牙悠悠闪光，你刚才的借位那么拙劣，真当我没发现？可是哥明知是借位还急忙冲过来的人，现在就站在我面前。南嘉欣被我戳中痛处，脸色愈发难看，诡计得逞。我艳足的眯起眼，从他的桎梏中挣脱出来。半夜我想去给你上药，发现你的房间房门紧锁，哥我可伤心了，你要怎么补偿我？陆续有其他同学走进鬼屋，南嘉欣察觉到脚步声，捂住我的嘴，又扬起斗篷盖住我们两个，斗篷笼罩过来，如同瞬间降临的夜，扼杀本就微弱的光线。南嘉欣一声闷哼，因为我毫不留情地扯掉了他的创可贴，在暗中伸手作乱，描摹完尚且新鲜的伤口痕迹后，指尖在他敏感的皮肤流连，我触摸到他的喉结，感受到忍耐的吞咽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结伴进鬼屋的同学们战战兢兢，快走吧，怪吓人的。他们推推搡搡地向出口走，直到那一行人出了鬼屋，南嘉欣都一动不动，噤若寒蝉，害怕被发现而极力压抑的样子很可怜。哥哥，现在你是什么表情呢？好想看。我将南嘉欣的斗篷甩开后，望进他的眼，里面翻涌着最深的欲望，沸反盈天。他很难挨。
可他在熊熊烈火中仍拽紧那根名为理智的线。如果南家兴的心意没有被我发现，也许他永远不打算坦白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摸出新的创可贴，恼怒地往他伤口上按，任凭他疼到微微颤抖，我也没停手。哥哥，你自始至终都不该对我有所隐瞒。22，我和南家兴的冷战自离开鬼屋后拉开序幕，在爸妈面前我们还假惺惺地维持着表面祥和，但私底下我和他的眼神交流还没有和亚瑟多。亚瑟是我们家的伯恩山，平时都是张叔在遛，最近我烦躁不堪，总牵着他去公园。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湖边打水漂，他就滚着圆溜溜的眼蹲在我身旁瞅蝴蝶。我回过头戳戳他湿润的鼻尖，亚瑟，去玩吧，不用陪我了。他拱我一下，乐颠颠地跑掉，不多时便去而复返，得意地冲我大叫。蝴蝶追没追上不知道，倒是抓了个男人回来，还是个熟人。被亚瑟衔住裤腿的蓝音挣扎得很努力，但仍没有逃脱被拖拽到我面前的命运。我们面面相觑，他脸红了个彻底。亚瑟一条狗充当万马千军，围着我们嚎叫不止。如果狗能说话，大概会响起催促的声音。我找到人来陪你玩了，开心点吧。把蓝音像是被强抢的小媳妇一样委屈的表情收入眼底，我哑然失笑。不好意思，亚瑟一般不这么强势，难不成你们认识？本是一句打趣，他却答得认真。平时遛亚瑟的是位和善的大叔，我们偶尔会遇到，可能亚瑟记住我了。歪打正着，不，我注视着他紧抿的唇，缓慢却坚定地开口，你今天之前就知道张叔是我的管家，亚瑟是我的狗。不是质疑，是结论。答案在他瞬间惨白的脸上暴露无遗。你越界了，蓝音。我最近已经为南家兴把耐心透支干净，此刻毫不遮掩语气中的恶意，怎么办呢？对不起。他难堪地垂下眼，请惩罚我，茵茵。我闻言笑得异常甜腻，指尖沿着他线条优美的颈向上滑，缓缓抬起他的下巴。 Come home with me, good puppy. 23，从张叔、张姨到爸妈，都对我带蓝音回家诧异无比。毕竟以前我的世界只有南家兴，不曾带任何朋友来家里玩过。而蓝音温文尔雅的样子，也让他们感到新鲜。平时看我和南家兴咋咋呼呼惯了，大家都忍不住上来关照这个乖小孩。小兰这么俊，有没有谈恋爱呀？张姨好奇发问。蓝音矢口否认，又自然而然地被问有没有喜欢的人。这次他沉默不语，但目光向我扫来，无措又羞赧，眼里呼之欲出的倾慕不知有几分真，但足以骗过众人。爸妈在我面前交换揶揄的眼神。张姨，我想吃水果。我轻巧地转移了话题，又自然推着蓝音的背上楼，与南家兴擦肩而过时，余光捕捉到他紧紧握着楼梯扶手的手臂青筋暴起，像是要把什么东西绞紧掐死似的。24，蓝音进我的房间后显出几分手足无措，毕竟我和南家兴的合照遍布各个角落。你很聪明，蓝音。我细细抚弄他的头发，像对亚瑟做的那样，简直是毫无破绽的表演。想要什么奖励？他凝视着我，湿润的眼，雨后之子一般皎洁的容颜。可你明知那并不是表演。水果来了。他紧紧的自我剖白被张姨的推门而入打断。张姨离开后，我用银叉瞄准一颗草莓，用力捅穿。我喜欢懂事的水果，不需要剥皮的。警告之意不言而喻，清脆的银器碰撞声衬得空气更加寂静。我没有看他的表情，确定草莓汁液不会滴下来，我递到蓝音面前尝尝。他伸手却没有接过叉子，而是圈住我的手腕，要奖励这个就好。我只能全程注视着他吞咽。蓝音喉结耸动，胸口起伏。他穿的衬衫本来就领口伸开，锁骨下方的蝴蝶胎记随着呼吸在丝绸面料下若隐若现。我有些后悔刚才挑了最大的草莓，因为他咀嚼的时间也太久了点。熏风化作无形的手拨弄他的衣襟，原本如同一潭净水的丝绸漾起涟漪，泛滥成波光粼粼的湖面，晃得我有几分晕眩。少年的唇染上草莓汁，很可口的样子，偏偏察觉到我凝滞的视线，他又试探着伸出舌尖舔了舔唇瓣，接着勾唇浅笑，谢谢款待，动作无比自然，喝奶后的猫仔梳理胡须一般。我回过神才察觉与蓝音的距离之近，甚至能嗅到他唇齿间溢出丝丝缕缕的甜。尝尝，他用我之前的话发出邀约，攥着我的手又紧了些，声色至极的引诱，怪不得吃完了还不松开。我后知后觉的别过头，少年草莓味的吻便落在颊边。吻天后，蓝音显得不知所措，下一刻他把指尖滑进自己衣服里面，轻轻一拽，本就松懈的领口便仅能堪堪拢住肩。我也可以是懂事的水果，所以他拉着我的手附上他的脖颈，仿佛我们的皮肤本该是紧密相贴的磁铁，被陌生却汹涌的情欲席卷，他呼吸灼热，请享用我，茵茵。是这样笨拙又全心全意地祈求着恋爱。接下来他做的口型止住了我将手向回抽的动作，他在看，迟疑的瞬间我被蓝音遮住眼，紧接着檀香气包围过来，大概是他吻在自己的手背上面。我在指缝间窥见蓝音翘起的唇角，是他未曾显露过的脚颊。隔壁摔东西的响动传来，他愈发得意地眨了眨眼。我是不是很好用，茵茵？25，确实好用，这点在次日的运动会上得到进一步验证。两个班的观赛区隔得很近，我和蓝音之间更是只有一个过道的距离。我擦汗，蓝音就递小风扇，我拿水，蓝音主动拧瓶盖。他同班的男生见了，嬉皮笑脸的围着一圈，掐着嗓子，蓝音哥哥人家也要你帮忙拧瓶盖。他一本正经，他拧不开。我无可奈何的点头附和，男生们信以为真，起哄声此起彼伏，好甜，磕到了。随200个瓶盖，柔弱人设还没立起来5秒，就被南家兴咬牙切齿的打碎。拧不开瓶盖，你7岁那年就能轻松把我奥特曼的脑袋拧下来，
此言一出，众人瞠目结舌。而我知道，与南嘉兴之间这场豪赌的最终赢家是我。26，少爷不让打扫房间，也不用我给端水果，脸色还很差，是不是病了呀？放学回家，我听到张姨的担忧飘至玄关，便走上前屈指敲了敲桌沿，别担心，交给我吧。张姨立刻眉开眼笑，小姐一劝，少爷肯定愿意下来吃晚饭。他确实担心南嘉兴，也确实不了解我才是罪恶之源。我端起果盘，南嘉英房间传出的碎裂声成了踩在我脚下的音阶，他正烦躁地捡拾着画框的碎片，被推门而入的我撞见玻璃，划破了他的掌心，鲜血淋漓，画框上香的钻在地上滚成虚幻的光点，但我为他画的肖像仍毫发无损地摊开在桌子上面，我笑得眼泪都要流下来。哥，你的决心也就这么点，把画取出来再摔。他气急了，可他向来只会宠我上天，根本不懂怎么把我从天上拽下来。我帮你处理伤口。哥，你也不想让爸妈担心吧？房间里就有急救箱，我翻出碘伏，沉默地给他消毒。舒然意识到我们已经许久没有平心静气的面对面，去浴室吧，我拉他没受伤的那只手，不然血滴到地毯上他们要怀疑的。南嘉兴本来要挣扎，可瞥见我左臂上的淤青又顺从了，他前段时间在鬼屋掐的，其实已经不疼了，看上去哄人而已。触到他瑟缩的目光，我故意抚上那处淤青，你说我把这个痕迹纹到身上怎么样，他就会跟着我永永远远。南嘉兴落地红了眼，他甚至连想象中出现那幅画面都不愿。小疯子，他又惊又怒的斥，你终于理我了。哥，我仰起脸撑大双眼，拽起他的手贴到自己颊边，全然不顾他刚才睁裂的伤口在淌血。后来据南嘉兴所言，我满脸血污，还甜甜的笑着，若无其事牵他手的样子，真真正正像个疯子。27，疯子就该做疯事。南嘉兴大概没想过会被刚才还给他包扎的妹妹按进浴缸，我知道无论对他做什么都会得到原谅，索性避开他的伤口，打开花洒，将温吞恼人的水淋在他身上。哥哥一只手洗澡不方便，我顺便帮你冲个凉，贴心吧。如同面对我过去的无理取闹一样，他望着我，无奈又纵容，闹够了吗？不够。我把水温调低，在他因寒气条件反射而闭上双眼时，我光着脚踩进浴缸去撕扯他睡衣的领子。南嘉兴这才显出几分慌乱，南嘉英，我睡裙的裙摆湿了，和他的小腿纠缠，裙脚上水渍晕染开，和浴缸里阴开的血迹相比显得暗淡，只是帮你清醒一下。哥，不想衣服被扯坏就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用家人之外的眼光看我，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爱我？南嘉兴，你真的永远都不打算告诉我了吗？不知是谁的心跳声乱成充斥狭小空间的亢奋鼓点，我无从分辨。浴缸旁的一扇小窗瞭望着黑夜，深邃夜空之上明月高悬，哥哥，此刻只有月亮在窥探，你要怎么办？28，次日南嘉兴重感冒，我上学途中去而复返，悄悄潜入他的房间，他背对着门缩在被子里，有气无力，能帮我换衣服吗？大概以为进来的是张叔，我无声的笑，用小拇指勾他衣角，确定要我帮你换吗？哥，他烧到面色酡红，神志不清，努力眯起眼，认出我的脸，是茵茵啊。我扬扬眉毛，茵茵是谁？是个小疯子，他痴痴的笑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人。29，发烧时的南嘉兴很可爱，很诚恳，不过后来我带着录音去对质，他不认，没关系，我把他偷偷设置成了南嘉兴来电铃声和闹钟，好期待他听到时的表情。全文完。